到这边。听得到吧？可以吧？对不对？ OK, OK, 我们刚过了三分钟静音的时间，对不对？那不要让我们三个立刻切断，我们要不要进来吧？揭晓一下吧。今天刚刚大家有点趋于冷静，好吧？但没关系，因为第一组表演，但是是因为我太厉害了。哦，是，还是大家听一下，有点紧张。我们赶紧的，麻烦跟大家打声招呼。本来没有访问你，但因为这边要10分钟，一定要访问一下。好啦，刚刚今天很有勇气，因为是我们第一组的这个表演，而且是一个人。对。自己的感觉是什么？就是我右手很抖，拿麦克风的手非常就是抖。那练了多久？发呆了大概2个多礼拜，不知道选什么歌。哦，真的有发呆2个多礼拜？发呆2个多礼拜，不知道选什么唱比较合理。合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先问一下所有现场朋友们，有听过这首歌吗？有，因为那时候卡卡选择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没听过，我以为是60年代。Oh my god！ 对，你的年纪主要唱的歌。我是80。你是80年代是不是？那时候怎么会觉得要唱这首？要让大家唱。对，就是好像要有点好像舒服，又有点爆炸，又有点有一点点难唱，但非常的难唱。好像不是很好听。谢谢卡卡，大家觉得好听吗？好，给大家掌声好吗？好的，我们掌声谢谢我们的卡卡。好，我们准备邀请第二组的表演，因为我看到现场工作人员在跟我画圈圈了。